感觉出来了啊，准备想泡壶茶，这是我的一套茶具，可能有点黑，但是我不想开灯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。还是把灯开开吧，黑马咕咚的我自己也看不见。收拾了好几天，总算是全部搞定了。现在这个感觉是我最喜欢的状态，终于可以坐下来喝口茶了。不过喝茶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桌布给去掉，不然那茶渍弄在桌布上特别难洗。桌布给它撤了吧。敬大家一杯，以茶代酒，因为我不喝酒。其实茶也挺好喝的，但是可乐也挺好喝的，以后就尽量少喝可乐，多喝点茶吧。我那儿还有好多七哥给我的张石澈，一箱子，以后我也学着喝张石澈。这个是汉中仙毫，这茶也很不错的。明天准备出发了，现在所有东西都收拾完毕，明天把拉拉、豆芽还有 Lucky 都带过来，猫砂盆、猫粮，所有东西都装上车就可以出发了。现在我带大家在我这车里巡视一圈吧。这是我的床，换了一套床品，床单是这种深灰色，然后呢，被罩和枕套都是那种像金丝绒一样的那种蓝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感觉更搭一些，是不是？然后张哥来看啊，卡座这儿我放了一个这种小灯，这是那种就是应急灯，因为这车确实缺电，现在电只剩20%。这扇窗户呢，本来是想给这儿装一个纱帘，但我后来一想，我那两只猫，他们对那纱帘呀、窗帘特别感兴趣，两天就给你挖烂了，所以这个念头还是打消了。这样看着也挺舒服的哈。卡座上我把桌布刚才撤掉了，因为我要喝茶，我怕那茶渍滴到桌布上。这边是我的两幅画，我把香薰灯贴在墙上了。这个香薰灯，忘了是哪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说是贴在这画下面。我一想也是啊，我一试，哎，刚刚好。那这样贴着，是不是看着蛮温馨的？然后这边呢，里面我放了一些，这个是我的茶具，刚取出来了，这是我的多士炉。这里面是我的刷牙杯，还有我的杯子，还有我的小烛台，然后我把香薰也贴在墙上了，这样它就不占桌子上的空间。这个呢是给豆芽买的一个猫窝，豆芽喜欢窝在这种窝里，那拉拉呢它不需要，拉拉晚上睡觉是睡在我身上的。这盆呢是我的一帆风顺，当时上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妈有两个月没有给它浇水，整个全部耷拉下来，我本来都准备把它给扔掉的，后来加了点水以后，第二天它支棱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它真是，我现在给它起名叫
花坚强，我要像他一样坚强。来啦来啦，哎呀，有客造访，快来快来快来，你刚回来吗？对呀、啊、快快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好暖和哟，我都没开暖气。来，给你倒茶，给你倒茶。哎呀，跟朋友坐这喝了一晚上茶，剩15%的电了，明天必须得走了，不然车就没电了。好了，收拾妥当，回家。现在是晚上11:03，明天出发。